撑一下，我吹笛子啊。哇，好爽哦！把翅膀折下来，虽然不是我打的，没有他晕眩，而我打翅膀没事，不是我。可以抓，要死了。小雨陈安安。这真的好像东王哦，这个。什么东王？就是东 star 的那个啊。谁？东王啊！我说谁很像，谁很像。就哦，你就是鹿吗？哦。那个冰霜公主那个鹿。哎，小金更新哎，更像。真的耶，大丈夫ですか？差不多再刷一只，要六个了。看一下哦，哦对，刚是捕获，哎，差点任务失败。完全没有发现，好险你有喊。
没了。我进下一个了。大金，冰牙有大金了、喔。冰牙要大金。哦。哇哦！哦哇哦！对啊。没有。都是打垃圾的，但是有个奖励报酬。再进这一场看看。こんにちは。49分。没有。好，换我。那场没有的话，我就去遛狗了。嗯。你晚上有要去打别的吗？没有啊，就礼拜四跟六没有啊。好，那就继续刷，很棒了。直接消失的。竟然不是用飞走的声消失的。什么？二，怪游戏，说不定我一走你们就刷到了。我跟你讲。对啊，我就是希望这样子。哭啊！哎、欸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哭啊！可以啦，狗狗少少动那几分钟，它就是少回家几分钟哎、欸。拜拜，黑狼鸟不是冰牙龙。
哇，完了，我快睡着了。撑到五点，关台去睡觉。会不会刷到八点？不，五点都还没有遇到。哇，没力战真的刷不到欸。
好啦，今天下午差不多到这边了啦，我觉得真是杀不到了啦。所以待会五点有那个见面二的影片。啊，等一下关台后就去看吧。哎呦，应该还有一场。快睡着了。哦，还有两场哎。啊，觉得可以收台了，因为应该没有要打了。这个看完，我就收台啦。除非真的遇到大金啊，没遇到大金就关台喽。已经撑不住了，最近作息大乱呢，睡一下醒一下，睡一下醒一下。好了，真的没有，回去点喽。好啦，感谢今天下午的收看啦，那今天下午台就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那我们晚点见啦，拜拜。